所以其实我跟你讲啊，不能说一二之争哦，其实是一二三四在争哦，真的。轻松只要摸两台，摸两台就够了；彩铃只要自摸就够了；精品只要随便胡一把就够了。哇！现在最难打的是佑康哥。反而今天现在最难打的是原本的北魏的这个佑康哥哦。对，他胡了，没有用啊。还很难下庄哎、欸。对，胡了下不了庄，然后人家还是自摸就可以逆转。对对。然后即便他这一把自摸了，除非自摸的台数够大，不然人家还是有可能军品，以军品来讲，军品还是有可能自摸逆转他。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四位选手都一定要开始算分数，要算分数，而且打慢一点。而且这一把相当重要，这个分数太接近了。对，这个三万九桶，甚至是这个五桶哦。酒桶是好强碰队哦、喔，有没有这个机会先碰来哦、喔？那军平哦、喔，这个哇，三百点，三个大强碰哦、喔，又是红中白皮跟一桶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佑康哥为什么要打七锁？他要打七锁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他是被宣告吗？还是怎样？思雨晚安。有宣告吗？刚刚有碰到什么牌子吗？还是他有扫牌吗？而且他连续打了两只七条，哎。对。他没有扫牌啊。不是，他选择不动牌。难道他有被宣告吗？他如果没有被宣告，他这一牌，他这一把手牌应该选择不玩。但是已经，但是、啊、没道理，今天也排不完了、啊。而且他目前只有小小领先200。对，所以这个点要我们再问一下选手好了。好，等一下结束呢，我们再问一下。轻中听牌了，而且刚好自摸可以两台，他有四花。好，但是一四条一定要过水，以他的分数来讲，像现在只有自摸。对。有数叫。没。七万，七万、啊，哎呦，哎呦喂呀、啊，啊，心肝吊软的。好，那怎么转？转对倒吗？七万原本剩一张嘛。可是他这个时候，如果再不管怎么转啊，因为时间就已经摸了这个进出牌的时间有点久了，你再打出这个任何一张万子吼，其他选手们就会想一想。但是其他选手想没差，因为他就是要拼自摸了，因为他就是要拼自摸。对，没错。甚至啊，如果是佑康哥的话，其实佑康哥现在不用守，他只要守军品。对，不要让他。对，如果分数往前进就对了。對，如果佑康哥他能，哇！我丢来凶了，这时候彩铃相当激动啊！我选对了，哇！我们哎，这搞算，哎呀，哎，真的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一把自摸就腻那一滴滴哦？够了，赶快我赶快看一下，一千二三千，哇，只差三千六，它相当重要、啊。其他选手已经站起来看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！恭喜彩铃，哇！彩铃这一把自摸逆一了，来到嘿，来到又选对了，对，来到三万三千二哦。那反而这个一顺位跟二顺位的佑康是同等同分，三万零八百哦。那轻中就比较可惜一点，对对对。